生孩子？您觉得成人生孩子怎么？他有一个背景是啥呢？就是说现在生孩子就是说养不起，说是什么学对吧？你们教育啊，你连这样幼儿园就开始，他大笔大笔的投钱，那人说都抱怨嘛，抱怨之后那干脆说你没钱就别生孩子了，说穷人你还咋生呢？这结果就造成这种社会的一种舆论了。你说这生育权就被慢慢要给剥夺了，你说这个穷人富人生孩子是自然规律，不是说你穷了我就不能要孩子，富我就能说你富你能生多少，穷你能不生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些人谁也不剥夺，嗯啊，全是在自愿的情况下，嗯，但是说有些很客观的条件，嗯，一切得具备，现实问题、经济问题、住房问题，啊，父母问题，那个一切共很多很多问题，你都成熟了。但是说这也不影响你生孩子，不影响生育，对你这条件都会好，你没干你能生多少个？嗯，是不是？我这不可能，你我这好，我生活的条件特别好，我生一儿子，嗯，你就特别好，你生一连的儿子，你就特别不好，那不可能，那回事儿。咱不是专家，但是那他也不说专家的话。现在呢，就说很多的这个父母呀。人家怎么说，就是以前可能自己以前没有实现的梦想，想把这些梦想呢强加给孩子了。有的人说呢，就是说自己可能做得不好，然后下一个蛋呢想把它孵出来，然后让这个孩子给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对于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这个有一歌，刀郎有一歌知道吗？嗯，那歌说的您是什么您就是什么，您是马虎您是马虎，嗯，是吧？你这个东西它改变不了，你是驴就是驴，你是马就是马，但你要强加于他，嗯，让他有什么？那现在不都想着让这个孩子都是望子成龙吗？这祖祖辈辈有人那天开始就望子成龙，结果成虫就不错，他成不了龙，他成虫就不错，有几条龙啊？这一共才九条龙，嗯，你盼望那是盼望，有人那天就躺。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对呀、啊，可能吗？这是一个人的思想和家庭的一个提高，他要求你是文化才上的，要成龙。你来了一辈子这人间，你连啥东南北都找不着，你成龙成什么龙啊？龙几个爪子呀？对呀、啊，五爪金龙，我这个好，五爪金龙，我这残疾，我仨爪，你们玩去吧，就跟人一样。嗯，他是龙，他也得自学成才，是吧？你除非他妈的世袭制呢，这两副。那对于这种孩子的教育，怎么能让他好呢？就是以您现在来看，放松，不要有压力，让他自个儿自学成才，喜欢什么就尽可能学什么，但是得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。嗯，也就是说，你到你这年龄段。你要学什么？你要怎么学法？学什么为主？这个是你自身的问题了，就。是啊，你学校的这数理化，嗯，你社会上他没有数理化，这社会上全是社会知识，也是一个知识。确实。那可不是嘛、嗯？你这样，你社会经验也是知识，但是知识，这个学校绝对得教不出来。教不出来。哎，老师，你多会的物理化，你也教不出这个天圆地方来。